跟你喊俊，叶美，然后这个的话，刚刚有一个是无防备，这个是无防备是指说他的确也有打到他，然后他很痛，可是是因为他无防备。那这个的意思，会摸一下脸，然后警告是指说这个人装就是装伤啊，加重伤害。那加重伤害是两半，所以假害零半。是两半，改了吗？是我太老了吗？没有啊，装的不是装的。他们那一次判定我也看不清楚，他们说这有一次伤害有时候觉得。